你们这11个人经常聚吗？有机会能聚在一起吗？主要是在庞好家或者庞好张罗，对，我们想，但是呢，齐不了。那时候怎么一年也得聚个一两次，就是大范围的啊，对，哎呀，全班的啊，男女同学都在一起。这谁的孩子呀？那是？这是我的，而且我的女儿就在庞好家吗？长荣的女儿，庞好家。我们合作过那个，当年长荣是过来帮我忙。演一个特种兵，一个牺牲的特种兵，结果留下了一个孩子，就是我们、女儿。我们俩其实我们后边还有大合作，这我们班最齐的一次了。在好家，在好家。我们中间这齐世龙老师，对，应该是比较齐的一次，啊，算比较齐的，而且带着家人。这好像没有雅杰，没在啊，没在。另外有一次他在，对，这另外一次。因为我们这个老师啊，对我们真是可以说是就是都叫恩师吧。对，我们班进学校多少人？毕业又是多少？还多了几个？那是王志文吗？啊，那是王志文。王志文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，最大。那天就是见面，跟徐峥在一块儿，我们啊，我说我们同班同学徐峥，嗯，你同班同学，我说我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，他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。对他这个长得着急了点儿。你看，哎，雅杰和长荣他们俩，你们俩没变样，你们俩变化几乎没有。